浪天是一条狗筋，突然抬上去，也不讲是一条尸体。狗筋该是一条筋络的筋道，唯独的民主汉那筋是两条素材，韩国是一条。突然是宽博球，老突然扔掉下回穷下合作，期盼的二浪面是是一条满布动如此不同。希望大帮土壤改善，民众为海南重视，让天世界钓改生态习性，进一步改来保护世界钓韩国级的固性改素材。现在的鸟贩还不错了，因为现在是涨。在技术研究指导下，大家恐怕用千里江看世界钓固性的素材，因此希望实体的生态环境，参加其他人设置都知道特别神奇。因为难得小孩子可以很清楚、很仔细的看到鸟的一个长相，那而且又有专业的老师在这边帮忙讲解、解说，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。那透过这个活动的办理，让民众认识他们、喜爱他们、更关心他们、保护他们。桃园市民强调，亚哈的市政府反驳 Q、税务 Q、采体里长还有桃园亚调合肥的合作下，进行包含实体演出。假的天之微地，避免人为来影响，同24点钟监测水质，基金多多的改善，希望实体环境。亚下基金又检验的250种鸟的雷多亚，量面对4000人只，提高到检验的10000只。借由科技包含我们的电子围篱还有24小时对于水质的连续监测系统来改善环境。那我们的候鸟的数量和种类一年比一年多，那今年预计可以突破10000只。桃园市环保局讲，今年世界钓规发通，对亚下溪市都24提供土壤技术，希望用较好又省气的方式，爱涵盖到民众的了解世界钓生态的心和重要性，来进一步参加保育，同时达到环境教育的目的。下个新闻罗文泰桃园报道。